列网络曝光的海南淫乱派对海天盛宴让大众一片哗然，大小 S 的老公孙兴等众多明星都纷纷卷入到这场漩涡当中。而之前因红十字会丑闻见诸报端的炫富女郭美美也竟然卷入其中。尽管郭美美一方面否认参加了海天盛宴，但另一方面却于近日加盟了电影的拍摄，恶俗炒作之嫌昭然皆若。那么据悉呢，该片由曾经参加过这个海天盛宴的某位平面模特将整场事件的经历口述成剧本。我不知道像这样一部受到网友抵制的炫富电影到底有没有必要拍。